大陆昨天公布了新划设的一条南北向航路以及三条东西向的连接航路，但是因为太过临近两岸间的海峡中线，而且也可能会影响到往返金门马祖的航路，需要跟台湾沟通协商，但是大陆呢，在没有跟台湾达成共识之下，就擅自公布，而且划设了这条航路，引起民航局的不满。今天民航局是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反击。大陆空域拥挤，飞机大塞，为了分散机流，竟然在台湾还没同意下，就擅自划设可能影响台湾空域的新航路 M503， 并新增三条连接航路。民航局无法接受，立刻出面反击。没有完成所有相关的沟通的时候呢 ，W121、122、123也划设 ，M503 也公布呢，我们也对这样的一个状况，表示无法接受。新划设的南北向航路 M503 虽然仍位于大陆侧，但还是过于靠近两岸间的楚河汉界，也就是海岸中线。另外，东西向航路 W122、W123 不只可能会影响台湾往返金门马祖的航路，如果遇到恶劣的天气，也恐怕会衍生飞安疑虑。它真正的规划是有一些距离，大概20几海里左右，但是实际上我们会担心，它的飞行高度、航管的协调、气候的因素等等技术上的飞安，我们会有觉得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大陆原本预计四条新航路3月5号生效，但连要怎么飞都还没沟通好，就打算先划先赢。民航局不埋单，为了避免飞安风险，态度强势站出来，强调会再跟陆方沟通，确保两岸的飞行安全。 UDN TV 有专访李怡婷台北报道。